当看到满屏止步于此的弹幕，你根本无法想象，在蛋仔派对这样一个画风可爱的游戏中，千万次挑战但仅有 0.7% 通关率的地图是怎样一个逆天难度的存在。伴随着挑战开始，常规操作有手就行，但在如履薄冰，旋转跳难度还能接受。然而就当我还在纳闷，就这正片开始，炸弹传送门，但在精准定位塔尖，原本脚下能看见的道路已然不复存在，移动的板子，眼花缭乱的钢丝，甚至需要运用游戏引擎上的特点，炸弹传送球钩锁跳板滚翻飞扑一气呵成。然而不只是蛋仔中最著名的银蓝，还有无数个这样的宝藏，从一眼绷不住的黄豆向上，再到难度更上一层的索命十三关，这些凝结了玩家的智慧与美的心灵的独创，时刻展现着游戏的美好与纯洁。而我希望的是这些匠心独具的创意能得到真正的保护，不被抄袭。